鱼是个好东西，低脂肪，高蛋白，价格实惠，量又足，平时多吃点儿，对老人、小孩都有好处，也非常适合厨子。像我那种每天喊着减肥，胖子界的钉子户，但除了杀鱼、洗鱼的时候，没有打理好的鱼有异腥味儿。那么鱼几乎是一道完美的食材。厨子今天就教大家一道北方家庭餐桌上常见的酱香鱼块。鲜活的草鱼摘下清洗干净，从鱼身中间剖开，取出鱼肉，将鱼肉盖刀，作为一道北方菜，可以把鱼切得霸气一点，大块吃鱼显得豪迈豪客。切好的鱼块装入盘中，撒上少许的盐、料酒、胡椒粉、姜泥，抓匀腌制10分钟，备少许的辅料，口蘑清洗干净后切成厚片备用，生姜切成菱形片，大葱切成颗粒，大蒜切成薄片，煮一个碗前，加入一勺甜面酱、黄豆酱、2勺南乳汁